Saturday morning, see the women, how they call and say, come for your beef. 布里奇顿，巴巴多斯首都。在这片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大约10万人口。如果只比较这个数字，布里奇顿甚至还不如中国的许多中等城镇。而事实上 ，Bridgetown 直译成中文，意思就是桥镇。但这里是巴巴多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东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枢纽。他在歌手盖比心中的分量也分外重要，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那时候我还很小，只有7、8岁吧，就经常跟我妈妈去集市买水果蔬菜，一般都是在星期六的早上到布里奇顿来卖东西的都是些妇女，她们带着苹果、土豆、南瓜、香蕉啊这些东西来卖。她们穿得非常好看，我觉得特别有非洲风情。她们的发饰还有服装，那个画面就一直会在我脑海中出现。有一天我抱着我的吉他坐下来，就写了这首歌。因为很有灵感，所以几分钟就写好了。写这首歌的时候，盖比刚刚30出头。如今，这首歌他已经唱了30多年。简单的歌词，优美的旋律，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巴巴多斯人的心田。盖比是巴巴多斯家喻户晓的歌手，曾经创作出版1000000首歌曲。卡利普索是巴巴多斯人最为喜爱的一种音乐形式，而盖比则被称为卡利普索之王。卡利普索音乐既可以表达巴巴多斯人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感受，也能够用歌舞来抒发人们的情感。我认为它很能代表巴巴多斯的文化。它的节奏，那种感觉，那种律动，我们巴巴多斯人与生俱来就有这种律动。我们巴巴多斯超过90%的人都是非洲人的后裔，你听到这种音乐，再去听尼日利亚的高地音乐或者其他的节奏，你就知道他们就像是姐妹俩，他们太相似了。巴巴多斯与非洲大陆远隔重洋，却有90%人口的祖先来自非洲。这些并不起眼的甘蔗记载了非洲黑奴300多年的血泪和辛酸。巴巴多斯国徽的顶部是一只粗壮的黑人手臂，高举着2根交叉的甘蔗。这2根甘蔗代表了巴巴多斯的2大产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甘蔗在这个加勒比岛国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300多年前，荷兰人把甘蔗带上了小岛，充足的阳光、热带海洋暖湿的气候非常适宜甘蔗的生长。几十年后，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巴巴多斯已经有了800多个甘蔗种植园。庄园主们从非洲贩运大量黑奴来到这个曾经荒无人烟的小岛种植甘蔗，而每个庄园里白人庄园主与黑奴的人数比例，恰好与今天巴巴多斯白人和黑人的比例相当。此后，甘蔗成为岛上唯一的经济作物，全国90%以上的耕地用来种植甘蔗。依靠甘蔗和制糖，巴巴多斯成为加勒比地区最富庶的国家。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巴巴多斯的甘蔗种植也面临着转型。上午8点，
尼克尔斯接到了超市的电话，要他送几箱红薯过去。这是他每周都要做的工作，只要超市里的货快卖完了，他就要去补货。我跟超市中心有个口头协议，我为他们提供各种蔬菜，只要我能种出高品质的蔬菜，那么在种植之前，他们就已经被超市订购出去了。超市里各种蔬菜水果琳琅满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舶来品，价格昂贵。尼克尔斯送来的红薯价格相对便宜，品质也不错，很受顾客的欢迎。在以甘蔗种植为主的巴巴多斯，会种蔬菜的农户非常少，这也使得尼克尔斯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能手。这是尼克尔斯30年前买下的农场，将近60英亩，相当于350多亩土地。巡视一下农场，是71岁的老尼克尔斯每天必须要做的功课。这是佛手瓜，看到了吗？这边是土豆，那边有一小块土豆地正在收，那边是胡萝卜，那边是甘蔗、卷心菜、胡萝卜、豆子，那边也是豆子。尼克尔斯清楚地记得，他的祖辈来自英国，爷爷、父亲都是种甘蔗的能手，在很小的时候，他自己就在种植园里帮着种甘蔗。眼下，尼克尔斯赶上了制糖业最萧条的时候，眼看着周围的甘蔗田一块一块地变成了高尔夫球场，也几乎不再有年轻人愿意种田，尼克尔斯却始终不愿意放弃。同样一亩地，种蔬菜的话，就要雇3个人帮你种。一亩卷心菜，一年多种几茬，可能能挣上50000块钱。而且每3个月就能收割一次，工作起来也不那么单调。种甘蔗是懒汉干的活，种蔬菜呢，则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可是，尼克尔斯还是留下了一小块甘蔗地。每周，工人们会把洗净榨好的甘蔗汁送到各个超市去。虽然规模很小，赚的钱也不多，但尼克尔斯还是想坚持下去。我已经有2个榨汁房了，下一步我计划买几台甘蔗清洗机。今后如果可以实现机械灌装的话，我也会很乐意去试一试。虽然嘴上并没有说，但是尼克尔斯一定和绝大多数巴巴多斯人一样，对甘蔗有着特殊的情结，浓得化不开。这是为了庆祝甘蔗丰收而举行的盛大节日，每年5月下旬一直到8月的第一个周末，每一天都是丰收的喜庆和狂欢。这个节日几乎可以包含巴巴多斯所有的文化要素，现如今多种多样的特色活动都会在这个节日里出现，从教堂音乐到民谣到视频播放，什么样的活动都有。巴巴多斯人和游客们一起在街上游行狂欢，大街上到处充满了明快的色彩。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决定了巴巴多斯成为甘蔗大国。而除了制糖工业等产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之外，用甘蔗制造的另一项副产品朗姆酒也成为巴巴多斯的另一个国宝。2年前，达里奥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工作——酒保。
每天除了调酒之外，他还要向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们介绍他们国家最值得骄傲的特产朗姆酒。朗姆酒的历史、朗姆酒的品鉴方法以及巴巴多斯的朗姆酒文化等等。大家好，我是这里的酒保达里奥，今天将由我带领你们品尝朗姆酒，好吗？下面请你们上前来拿一杯酒，但请先别喝，我知道你们能做到。好，好，在品尝之前，轻轻地晃一晃杯子，晃完以后你会看到杯壁上有残留的朗姆酒在缓缓地往下流，我们把它称之为朗姆滞留液。这瓶酒的滞留液很稀，流得也比较快，这说明这瓶酒很年轻。朗姆酒越沉，滞留液会越浓稠，流下的也会越慢。再晃一下酒杯，这次请你们放在鼻子前闻一闻，你们是不是闻到了酒的芬芳？也许你能闻到香草味儿，有些人会闻到杏仁味儿，有些人会闻到香蕉味儿。我呢，只对酒的味道感兴趣。这些香味儿都不是来自于酿酒的原材料，而是统统来自于存酒用的木桶，都是天然的，而不是添加剂。达里奥所说的木桶贮存，指的是朗姆酒生产出来之后，要在特制的橡木桶里贮存一定的年限，才能拿出来由调酒大师进行调配、稀释，最后才能饮用。海顿·菲尔德斯每天的工作就是巡视这些酒桶，他和这些木桶打交道已经超过30年的时间。每个桶可以装50到55加仑朗姆酒，贮存的时间越久，酒的质量就越好，就能调配出上好的朗姆酒。如果这些酒能够保存15年甚至20年的话，我们就能得到最好的朗姆酒。所以好酒的秘诀就是一定要储存足够的年限。装桶之前酒是无色的，但是储存一段时间之后，酒就变成了琥珀色，也就是说木桶会给酒上色。木桶是用橡木做的，我想橡木应该是最适合储存酒的木材，因为我还没见过用其他木头做的桶来储存朗姆酒。甘蔗和朗姆酒并不是巴巴多斯独有的产品，至少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种植甘蔗生产朗姆，但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国家会比巴巴多斯更热爱朗姆，更热爱甘蔗。在巴巴多斯依然保留下许多殖民时期建造的庄园，每座庄园都有一个小型的榨糖厂和朗姆酒厂。尼古拉斯庄园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庄园自制的朗姆酒。与尼古拉斯庄园的恬静安详不同，十几公里外的吉尼庄园迎来了一周中最热闹的日子。这是周四，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参加一场由加勒比广播公司 Q 电台举办的名叫 Q 在社区的大型直播节目。活动从上午10点开始，将一直延续到深夜。这一天是无数巴巴多斯人每周最快乐的节日。Deborah,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
8年前，有观众给电台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个能让大家聚在一起娱乐的场所。Q 在社区就开播了。从那以后 ，Q 在社区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巴巴多斯甚至加勒比海地区最壮观的一道风景线。每个周四都有至少3000多人来这里欢聚。他们来这里聚聚，会会朋友，玩玩多米诺骨牌，唱唱卡拉 OK， 跳跳舞。对他们来说，在这里可以和大家一起展示自己。我叫梅尔威尔福特，今年85岁了。我是个舞者，我会跳舞，什么舞我都会跳。我也是教堂成员，我也去教堂。但是我不能忍受天天待在家里慢慢变老，那样我会朽掉的。所以我来这里活动活动筋骨。有的观众甚至一个星期前就开始烫衣服做准备了，你看他们有多热爱这个节目。有些人8年如一日，每个星期都来，不管他们生病也好，受伤也好，一次也没落下过。如果有人死了，可千万别在星期四举行葬礼，因为星期四我要来 Q 在社区呢。我2个月前见到一位先生，他说他2年前妻子去世了，他很伤心。他的朋友劝他来 Q 在社区，他就来了，来着来着就来上了瘾。它有疗伤的作用，它能给人带来能量，人们一想到它就会来精神。在这儿，你能看到巴巴多斯人最好的精神面貌。我的名字叫梅伦尼·赫尔利，我今年28岁，我是一名学前班教师，在巴巴多斯我们称之为幼儿园，孩子们3到4岁，我和他们一起玩耍，教会他们一些基本技能，陪他们做手工，鼓励他们识字数数。我特别喜欢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孩子们，每天早晨我来上班时心情都特别好。巴巴多斯是个高福利的国家，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甚至长期居住的外国孩子都可以免费读书直到大学。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梅勒妮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业和相当不错的待遇，可他在上课之余还做着另外一份工作。巴巴多斯大部分人都有2份工作，像我这样在白天工作之余要在晚上腾出时间来搞我的舞蹈艺术。一般来说，艺术家们都有他们固定的工作，这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因为他们的艺术工作可能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收入，所以大部分巴巴多斯艺术家只有在晚上和周末才能搞他们的艺术。梅勒妮是巴巴多斯著名的舞蹈家，她从3岁起就开始学习舞蹈了。这种情况在巴巴多斯很常见，但能一直坚持下来并把舞蹈当成职业的则非常少。我和我的舞蹈团参加过国家创意艺术大赛，得了1块铜牌，1块银牌。2-3年前我们赢得过1块金牌，是那次比赛中唯一一枚金牌的得主。我一直知道我喜欢跳舞，并且会坚持上舞蹈课。
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要和整个巴巴多斯，甚至全世界，一起分享我的舞蹈。乔利·罗杰号，巴巴多斯著名的海盗船。Oh my God！每周四的晚上，在游船上为游客表演巴巴多斯民族舞蹈是梅勒尼的固定工作。虽然3个小时一次的表演收入非常少，但梅勒尼乐此不疲。因为这是一条海盗船，所以观众要求要有海盗舞的演出。这个舞很有意思，我们假装都喝醉了。通常海盗们不大有清醒的时候，所以我们跳这个舞的时候就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没什么舞步，但是观众们很喜欢。很多人觉得我们的舞蹈就是向前走，这个舞真的没什么舞步，你就跟着音乐舞动，主要是要扭动你的胯部。我们的舞就是充满了扭胯的动作，充满了能量和对漂亮服装的炫耀。外人可能会说他们在干什么呀，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我们一听到音乐，感受到它的律动，就会跟着它的节奏起舞。我们很开心，巴巴多斯人只要想开心，就一定会玩得很高兴。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给学校里所有年级的学生上舞蹈课，这是我的梦想。老师和跳舞都是我热爱的工作，我热爱的两件事。有时候我确实很累，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从事着我热爱的工作。阳光、海水、沙滩，美丽富饶的加勒比海岛国，宁静、怡然、平和，文明、谦逊、有爱，欢乐、祥和、简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就是巴巴多斯，充满魅力。